好啦，有位朋友电话旁边有阿余小姐 ，Hello， 余小姐，系你好，系啊，仲有 Cindy 小姐啊，系，好点啊？有啲咩回应？回应翻你嗰、那个嗰、那个嗰日嗰个69S 撞车咧。哦，那个小巴系咪？系啊系啊，但我问我个朋友，佢话佢当时是喺现场。哦，系你个朋友喺现场，边个系佢啊？有冇影到佢噶条片？有冇影到啊？好似影唔到啊！佢哋喺度，佢话坐咗喺度吹水，跟住无端端见到架车撞佢走晒出去咯。系个司机系去咗厕所嘅。哦，佢话见到佢撞完之后又向前向后，但系真系冇司机喺度嘅。跟住咧，就到上即系你跟住跳上车啦，即刻即系跳翻上嗰架绿顶嗰度咧。系。看到那個油門咧係踩住落去嘅，仲係佢哋要即時咧先至彈翻上嚟咁樣咯。真係有人揸緊咁嘅，好似咁得人驚。係啊，即係個油門係踩咗落去。我今日仲問佢有冇可能會唔會向前向後行咁樣咯。係咯，佢話佢撞得好得意嘅。佢話佢攞咗個彎入去之後，跟住咧就首先係撞咗上駁先嘅，應該就會停嘅架車。係即係以佢哋揸小巴嘅經驗，架車自己因為就算留後嘅話，嗯。应该会停的，但是他没有停，跟着就自己向前行，是的，跟着就再向后，是的，他是撞了后面一格是的士先的，好像是，哦，撞了的士先，不是，是不是巴士还是都是巴小巴，啊，小巴来的，是小巴的，然后再，车呢再转回呢，他是最离奇的，他是撞完之后应该会停低的嘛，嗯，是的，但他是再转回撞去另外一格车这样咯，跟着跟住佢哋即刻停，佢又停低咗啦。跟住再佢哋跳上架车度啦。嗯。跟住见到个油门咧，哦，系踩住嘅。哦。仲系踩住嘅，佢哋系熄匙，佢先至弹翻上嚟咁样。哇！佢话系冇可能嘅喎，已经。跟住话系嗰个，跟住话唔都点算啦？可能嗰个司机咧头七喎。听听呢位陈生先 ，Hello 陈生。喂，陈阿 Emma 你好。喂，你好，仲有 Cindy 师傅喺度啊？系你好啊 ，Cindy 师傅你好啊。喂，有咩回应先？啊、我回应翻啦。咁之前嗰个小姐咧就话嗰个小巴咧系确实200%系真有灵体去搞紧嘅。点解？点解你会？因为点解咧？因为我系睇得到，亦都系听得到，亦都感应得到嘅。系。系啦，咁嗰个男灵体咧就介乎嗰个年纪咧，应该就50多岁到啦。咁當然喺架車度咧，我唔可以確確實實啊見得到，但係我係感應得到，佢大概年嚟講咧，應該就50歲松啲到啦。係係啦，咁點解佢會有咁嘅舉動咧、嗯？可以咁講，佢嗰個老闆虧欠咗佢，爭咗佢某啲嘢，而冇做到。哦、你的感应咁强，你净感应到嗰件事的起因等等嘅嘢啊？我可以咁讲啦。OK。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:30到凌晨1:00，恐怖在线。